Singletary， 好消息是他能够自己站起来，哇！而且他自己其实情绪受到了满。石博恩三线快攻的情况下，周桂宇轻松的上篮得分，但是刚刚在篮底下麦克还没起来哦，哇！这边应该是有一些麻烦了。刚刚裁判 no call 啊，所以说徐总也显得非常不满意哦。来看一下慢动作重播，刚刚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？有一种坐飞机的感觉啊。哦哦，哎呦，重点是他的这个右手啊，完全撑在地上。对，然后身体压上去哦。Michael Singletary 在。来到 Plus League 三个赛季，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伤病记录，不过这一下真的摔得不轻了。哇，重点是因为在空中的对抗啊，伊波卡的这个身体素质真的也不输给洋将，所以就是在空中那个对抗的力道，我觉得是超过了 Mike 的想象啊，所以他上半身的重心整个偏掉，落下来才会这么的尴尬。几乎是跳在半空中，完全失去重心的状况。Singletary， 好消息是他能够自己站起来，哇！而且他自己其实情绪受到了蛮大的影响哦，所以赶快透过对职员的搀扶把他给请下场去。嗯，他刚刚一度是想要，不知道是不是要找对方啊。现在还是眉头深锁，但是至少他现在站起来了，希望他没事。可是我必须说，刚从慢动作看起来的话，我认为伊波卡并没有特别去针对辛德利的上篮去拉扯，让他用这种比较尴尬的动作下来。嗯，真的也比较少看到麦有这么激动的情绪。对，没错。因为你看伊波卡他在空中对抗之后，他的重心也被Singletary 给撞飞掉了。只是没想到竟然联盟当中有人跟这个 Singletary 做对撞之后还能够安全的落地。对，所以你看伊波卡这个身体素质真的就是洋将等级啊，所以我就说他可以加入 D Generation X 啊。